各位同学，现在开始上课哈，大家请安静哈。各位同学，大家午安。真欢喜，咱今仔日有遐济人啊来参加，有恁的参加，咱的成功搁进一步啦！大家家己鼓掌一下。啊，咱也知影，大家足辛苦。三天啊！啊，今仔日咱这是啊闭幕式啦。啊，我甲咱三天来所了解，啊来做一个总复习啦。啊，互大家搁较清楚，就是。回去要拜托大家做两件代志。第一，咱伫遮三天内所了解的，讲予咱的朋友、亲戚、予知影，予因赶紧来上课。第二，叫大家来办身份证，因为这是咱民政府美国有甲咱交代，要训练四天个啦。甲即马吼，秘书长也讲过啊，实在大家足辛苦，也未到这个目标，大家搁咧努力。第二，买41万的身份证，必须听讲，闹一项，伊一定甲美国要求讲，阮准备好啊，现在都准备也未好，所以要感谢大家为咱替咱未来台湾的人民过得较好。都爱，拢爱靠大家力量啦！才安尼，搁大家回去一定拜托做这两件代志，安尼好啊，好啊！感恩啦，感恩啦！啊，有个人讲啊，我是啥物？有诶，无对我无清楚啦吼。我甲你讲，你若要查我，我啊足简单啦。Google 甲雅虎甲拍落去。张文燕，但是张文燕足济人啊，加两个教授就好啊。张文燕教授，哦，安尼大家要了解我的情形吼，啊，大家足清楚，我拢伫遐可以显示出来。我发现讲，咱即马愈来拢愈少年啊。我伫研究所咧上课时，我要求我的研究生拢带笔电来，因为咱咧讲课，有诶讲啊，教授讲甲嘴甲全破，啊，当有影无影？你讲你上网去看看嘛。所以，头拄啊秘书长讲过，咱要开电脑班，这就是讲未来甲咱诶政府啊。足大的关联，咱要服务人民嘛，啊，要服务人民，爱服人民方便嘛，吼、哦，啊，这拢有相当的情形啊。啊，我即马是要甲咱初级班所了解，也是过来学习一下，吼、哦，啊，这要予大家知影。我看这拢大家拢。听讲过啊，
伊用罕见啦，讲以前唔是安尼讲啦，吼啊，起码来讲以前无安尼讲，啊，起码来安尼讲，咱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有个人讲，这予咱自治，啊，咱就独立吧？唔是呢。奥托罗米是讲什么？讲面顶也有人呢。我要把这个讲予大家清楚。李登辉总统做13年，伊讲要会神，民选总统啊，把神跟他会掉，一选他就是台湾总统了嘛。全民投票嘛，美国讲袂使哩，我那你怎安尼想讲啊？美国啊，哪会咧管遐济？讲袂使哩，真正我迄阵莫名其妙呢。过来，阿比亚做几年？8年，伊第二任去美国足风光嘞。第二任佫去的时候，伊讲你是麻烦制造者啦。啊！但是什么阿扁也讲麻烦制造者，咱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是安怎？伊去甲集集要参加联合国，要啊成立一个啊独立的国家，讲有4个要件啊。我看大家上课拢听讲，第一是爱有啥物土地嘛。阿扁也讲，哎，到台湾就是土地嘛。爱有人民嘛，大家摕拢是中华民国的哦，怎样国民的身份证啦？安尼干人民？啊，无土地啊，无人民，啊，佫刷了啥？啊，有政府啦。美国诶，2004年诶，鲍威尔国务卿讲，台湾不是啊国家，也不是政府，也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啊！你都唔是一个国家，啊！你迄个那有什么政府？啊！流亡政府啊！过来外交团，嘿，我们有20几个小朋友，迄顶个客要拢写啥？中华民国去甲人签的啦，四项拢无，联合国团拢无甲你开导，做一个甲你推荐，阿扁啊，讲，啊，无咱来公道，咱遮住伫遮的人，都遮的主权，咱来公道。啊，美国讲，啊，你拢是麻烦制造者嘛？啊，麻烦制造者是安尼来的嘛？咱大家去想，咱读3天啊，去想这两个问题就好啊。安尼大家唔知道清楚无？咱所读的、所了解的国际法啊、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足清楚。大学内底法律系，旧金山和平条约佮无开啦，拢国际法唔甲你教，真济。国际法的学者，较老一辈，唔会讲啊，伊无读到啦。彭明明教授，大家咱足尊敬，秘书长去甲伊沟通，伊讲啊，林先生，啊，我国际法吼较无研究，伊那是足客气啊。甲秘书长安尼讲啊，啊个，咱秘书长所研究的，原早秘书长咧研究者，那是李登辉总统，叫讲林先生，你到伫日本读战争法，安尼好啦，我叫一个美国啊，何瑞元，你去找伊。啊，恁去研究看卖台湾的地位到底是啥物？因为以前
叫外口的人咧研究，一个拢给1000万、1000万、1000万、1000万研究出来，啊，都那唔知啊。啊，这是什么原因？因为必须要足了解有这个叫做啊战争法，佮有旧金山和平条约，啊，佮有真济秘密档案。你若无看到秘密档案，你唔知影讲啥。早起啊，秘书长讲。讲1946年，啊，11月12，甲咱本土台湾人一世之间改为什么？中华民国国民啦、啊。迄、那个加拿大。那去甲问啊，问这个，但是我甲你讲，公开就是英国、美国抗议3次，抗议3次，因为这是不合法的。但是迄个时阵啊，流亡政府来的时啊，伊有一个想法，要甲咱台湾这个啊日本时代，从我来讲。我迄阵啊，叫阮老爸叫奥多山，叫阮老母叫卡匠，啊，阮老母叫我讲呼米哦，呼米哦，迄、那个文啊，叫做呼米啦，啊，所以，你甲麦克阿塞讲，恁有船哦，台湾日本人诶留落来，只有600万人，你甲用船甲。再去日本去，迄阵啊有这个计划，秘密档案内底有。啊，麦克阿瑟讲，啊，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战了，歹势无船啦。怎啊？伊讲要好管理啦，要好管理啦，你们都是同胞啦，回归祖国啦，光复节啦。光复节面顶迄菜，面顶迄国旗啊是啥？是美国政府的国旗啊，下骹干呐挂迄车轮牌，爱讲光复节啦。4月1号讲啥？讲愚人节啦。迄真正是4月1号是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甲台湾纳进。永久不可分割的领土，实施啊明治宪法，让台湾就跟日本按照国际法就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李登辉，美国讲袂使哩，啊陈水扁，你说麻烦制造者，这个都是因无了解，台湾跟日本就是。不可分割的领土啦，人家按照国际法的规则已经形成。流亡政府来讲，4月7日迄拢无算啦。迄阵啊，咱少年时代敢讲，4月7日都要注意哦，凡是迄拢无准算哦，是毋是安尼？4月7日会使用骗的呢？啊，伊就是表示讲。啊！日本政府甲台湾实施这个啊不可分啊实施啊宪法了后啊，这是甲恁骗的啦！伊歹甲你讲迄类，甲你讲愚人节啦，甲定迄天愚人节啦，吼、哦！啊，10月25，迄是接收的哦，做啥纪念？伊讲诶，光复节啦。我阁讲一个，228事变，228事件，世界各国奈无出来反抗？我的判断，迄是我的判断。
你们是战败国的子民，一定要接受战胜国的命令。大家说啊，我们是同胞，我们来请愿了，机关枪挂的给你扫，怕是无妥的啦。你是战败国的子民，还要来跟我请什么愿？讲较歹听都安尼，伫世界上，该咱的要做啥国籍？两个国家都抗议三摆啊，啊哪会怕死遐济人？世界拢惦自己，拢惦自己啊！来思考这个问题就好啊。啊，实际上你是啥？你是战败国的子民。到即马，你去想这个问题，爱予大家足清楚。所以，我提这予大家了解。好，安尼大家有清楚啊嘛吼？哇，这是个大闹开，大闹开！公务人员、行政院的官员上班都爱去点啥？点五十摆啦，一个人拢爱上完去点啦，因个行政院遐个，这就是在制造啥物？要电影，你讲哦，人民哦，遐赞成啊，这就是在制造这个问题啊。啊，官员呢？这是啊，足闹开的。啊，毋着拄啊，一边去要行政院，伫拖啊底抽起，啊闹济，啊个扩改，这个啊，辅大的教授啊，怎啊个翕一张。这有闹开啊无？这就是流氓政府拢咧骗啦，做啥物代志拢骗的啦。啊，人民纳税唔知，实在纳税去互因底下咧做这些骗的。伊这吼，大家可能看较无吼，伊这吼。伊这就是讲吼，每天上班行政院啊，伊要点过新闻资讯，吼、哦，至少要点50次。哦啊，这是什么人啊？什么人？哦啊，这个人都啊休假，无点到。哦啊，这拢做一个统计。看你看实在，你看行政院哦，安尼咧舞啦。后来白色恐怖，真正白色恐怖回笼啊！这下外观啊，咧啊，就是咱咧。啊，从几天有做海外吼，迄个当时，迄个太阳花诶，圣三月三十诶活动，全世界拢出来咧行街咯。伊在外观啊，接到，这若无接到命令吼。我要甲大家讲，那行政单位，你现在你做违法代志，那照德国的惯例，你有违背人民、对人民不利的事，以后一定会追查。公平正义啊，变啊拢无做，在即马。这个情形，你都搁回笼啊？你看，唔是228事件的翻版，这白色恐怖的翻版。你若伫外国的一寡遐留学生出去啊，
参加游行，伊就讲啊咧做黑名单啊。啊，这大家想看卖咧？咱过来看，这秘书长嘛有讲，这最新的嘛，吼、哦，人情全部啊撤退啊，吼、哦、啊，各种的现象拢直直撤退，啊，这常用的海军陆战啊海啊海军陆战队啊。也要裁撤了，四月二三的报道。唔只顶一两期啊，有迄个现役军人，我来受信。伊讲啊，咱甲问者，我咩来受信？啊，阮咧收编啊，到时无头路要安怎？我讲安尼你足对的，咱家等咧欠人，闹类似这块亲戚朋友五十，你去甲讲，赶紧来收信。阿伯啊，你那是啊，民政府的官员，啊，这都熟悉的呀，吼，就是一定爱拜托大家。把这个信息拢爱传出去，啊，这予大家足清楚，唔是讲拢我咧讲，啊，我咧讲拢有资料予大家看。啊，这是那教长老教会啊，咱足尊敬的。啊，荣荣光牧师啊，伊安尼讲啦，啊，我认为伊安尼无唔对啊。那咱来上课了后，啊，都诶，卖伊是伊的领土啊，中国大陆是伊的领土啊，啊，因伫迄边的人啊，这都只讲也实在啊，唔只教育部讲，咱的诶，做啊，首都伫南京。这唔知大家知无？哈、啊，教育部安尼讲，首都伫南京呢。哦，啊，这和大家，啊，当然要甲大家讲吼，咱会去参加这啊，都、就是什么情形？因为咱啊去。美国，咱去美国，美国送咱这两张啦，咱这两张啦，啊，咱这边吼，咱第一届第四季酒店的时开会的时啦，美国相关人员送咱这两张，讲这两张你摕好，啊，恁秘书长就知，摕去了后。秘书长讲：“安尼，美国是占领台湾，吼、哦，伫遮宣誓，吼、哦，伊就职的时啦。啊，入咱台湾有所有权是带伫即内底人个啦，咱唔只会去要做啊，去拜靖国神社。”啊，是安怎去拜靖国神社？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日本战争台湾遐个啊人民死的，拢甲你放伫靖国神社39,100。咱也毋是伊个人，伊会甲你放伫靖国神社？你安尼去想就知啊！咱迄阵啊，伊实施民主宪法，叫咱选三个参议员，五个众议员代表台湾，
伫东京国会开会，啊，这那是事实，这拢有历史记载，吼、哦，所以咱来了解，实际上是啊，这个情形。啊，这咱都免讲啊，因为这拢头拄啊，就是这两张啦吼，啊，这两张，咱啊，这就是啥？咱去告高等法院，为地方法院甲高等法院的判决，我甲一些讲伊是知识分子啦。也是学者啦，帮到我甲讲，美国的高等法院的判决，你要相信无？伊讲，若要相信，即个讲落去；啊，若唔相信，也免讲啊啦。美国人因高等法院就是安尼判决，啊，若唔相信。咱大家复习一下，好不好？第一是什么？第二？第三？这个吼，大家较唔知啊啦。这就是啥？迄阵啊，美国国会甲蒋经国讲，你爱予开放左党，蒋经国无法度啊，怎予左党？所以，伊才设一套啊，计划一套资料啊，予恁台湾人足爱选去的拢来遮选参选的人。啊！你若超过一个比例，你就他领30块。即马政党要领50块，搁领4年啊！啊，大家若有钱，大家若要来红算，啊，讲一个较歹听，蔡英文，伊差不多600万，差不多啊。迄阵啊，伊个得票数啊，领领头一亿8000万啦，啊，一亿8000万，伊摕起成立一个基金会啊，迄话足好用个呢。所以要甲大家讲吼，这就是讲这点啦。伊这就是你往政府话足巧嘞啦，乎你体制内改革永久没有办法打破啦。咱大家想看卖，大家人民是足辛苦，行街路。迄阵啊，咱也唔知影这个啊，咱这个论述吼，啊，咱这个讲啊做啊国际化啊战争化旧金山和平条约，咱也唔是读法的，较无咧关心遮。诶，讲来行街头，来凯达格兰大道行路啦，咱也伫南部坐车。啊，起来甲因行路呢！啊，即卖想想来讲，迄拢假讲的啦，都不找不对对象啊！若要去行路，去找什么人行路 ？AIT 啦，假讲较有用啦。哎，啊无去啊行，敢有啥物路用？啊，这就是，伊就是咱要互因拔掉咧。参加这个选举就是安怎延长他的寿命，伊照常甲你啊，咱要来受到这个政治联合啊，过来吼、哦、军啊，美国要占领啊，过来行政单位啊，爱主动协助啊，阮国啦，就本土单人啊，这所以讲，咱遮伫华府，咱伫啊华府啊。来设立一个办公室，华府设立办公室是2009年啊，迄阵啊开始
七月遐啊，咱九月份，咱就伫遐设立办公室吧。啊，所以讲，咱爱了解吼，实际上咱是唯一的原告，吼，伫遐有办公室，甲即马那是要有。哦，啊，这咱就卖讲啊，因为这就是事实上。我头拄啊讲啊，彭明敏教授伊个咱秘书长讲啊，林先生啊，你我对战争法较无研究啦吼，啊，你讲的应该是正确的啦吼。啊，这个说啊，谢长廷啊，甲这个这啊，甲咱秘书长，因这拢有熟识嘛。啊，因伫这个说银资政府内底讲要赶紧来啥来三个。叫大家写啊来讲啊来创台湾独立吧，啊，这都是伊从伊个英资政府啊这个啊这维新来的啊抓出来的简要的啊，事实上这有用有路用啊无路用，根本你伫体制内你讲甲反监察院念的哪提出弹劾，念的哪去哦，搁反应搁掠去。这无路用，绝对无路用。伫啊，因即摆，因主要就是有个人无了解，有个国家迄个叫做民进党的党纲内底都第一条写较足清楚，中华民国是啊独立的啊国家，吼、哦、啊，迄个叫做。民进党是中华民国的一个政党嘛？啊，你伫因的口啊底底算，啊，你哪有法度伊？这是无法度伊的代志啊！吼、哦，啊，我即卖就提寡资料给大家看，拢在撤退啊啦！你看，这那是台北报道啊，吼、哦、啊，这个、时间伫遮，吼、哦、六月啊，2013，吼、哦、六月。第三个报道，国防部，吼、哦，组织部分呐、啊，裁撤陆海空三军司令部，陆海空三军司令部，啊，这暗时找资料给大家看，啊，这当然。那是予大家参考啦，吼，有这个现象啦。啊，这签一发以后，第二天，伊这报道讲，美军啊，这个三十年啊，我们第一摆吼，啊，结果来台湾啊，这吼，那是咱收集。过来，啊！这大家哪知？这拢咱出钱呢？美国啊，拢因来去，连一个司机啊，拢因家己的人，咱出钱啦，啊，因使用啦，啊，这但是事实的呀，哦。啊，过来，啊，这就是。青天干基地，吼、哦，十二点以后，所有的飞机拢未使飞入去青天干，因为迄个十二点以后拢因咧使用啦。后来，咱即马要看一个三立的报道，这里，和大家我了解这里，咱请咱的同心，甲咱放三立的报道。宣传单、报纸广告、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台湾民政府”五个字。走一趟总部，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嗯、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嗯、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每张1000元，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
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附上姓名、电话、大头贴，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采内阁制，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洪道言，所以才有这个旗子。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各自独立运作。马英九啊，怎么样？生吞活剥台湾人啊，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你告诉我。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冲着马总统而来，带领台湾人独立，号称不从事募款，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少说几十万起跳，还有自己的停机坪。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外界都睁大眼睛。好，咱今嘛吼，我是感谢三立来给咱访问，给咱放一摆就怎，唔敢再放落去啊啦。以前啦，像类似这个拢24小时直直放的吼，无啦，放一摆就无啊啦。啊，毋着迄阵仔讲伊要放，咱迄阵仔有甲落去，啊无，你变哪去找？啊，我要甲三立讲，感谢伊来甲咱访问，但是他是错误的报道，是咱错误，讲自制身份证啦，讲咱家己做的身份证啦。哦，这就是三立报道不实。咱这个啊，身份证是美国制造，100%美国制造。好、哦、啊，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哦，唔好上当。有个人啊，伊都拿国民党一挂外围的团体啊，是摕到国民党的好处啊，伊都甲你要，互你速度较慢的。伊就来安怎？创一个讲啊，伊那什么什么叫做啊政府啦？伊也咧发身份证啊，一张啊300块的啦，啊有一张100块的啦。啊，有个人讲啊，那摕这张啊，会使过去换伊迄张啦。啊，秘书长讲啊，唔得。唔得讲个做啊，西装咧换内裤。哦，咱这是确实是100%美国制造的，有晶片的。咱今嘛要来现身说法，要来现身说法，咱来放一段，因为咱有派啊10几个去美国访问，啊因今嘛回来现身说法，啊来。拜托，办。议长、秘书长，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秘书长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同心说。亚夫，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7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行，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祖做的黑熊里面的
这个腰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说灰熊肝胆，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二变成了五，难怪我们告沙主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这就是要跟大家讲，这张100%你去美国，因的现身说法，不是我来讲，吼、哦，因这的人，头拄啊遐的人，拢是因迄阵啊都50几期、56期啦，啊恁即马几期？85期啦，所以100%，我要搁甲大家拜托，转去叫咱遐的亲戚朋友拢来请一张，以后大家有这张的，甲咱之前以前请的，这些拢是革命先行者啦！革命先行者，我们不是大家都是来革命的，我们不要啊来家啊来啊当炮灰啊，是当牺牲者啊，革命烈士我们不要，我们是革命先行者。革命先行者就是讲，我们比人家有这个智慧，了解这个是正确的。请他们赶快来办这一张，好像流亡政府的农民一样，农民什么不要钱？看病都不要钱啊，什么都不要钱啊，哦，足济优惠。啊，恁先来办，咱啊，甲41万搞。这些人咱要在执政之前来办的，我们认为这些都是革命先行者、哦、革命先行者有他的优惠、哦啊、这给大家去思考啦、哦啊、这就是刚才那个影片，咱即马要过来，哦，来看，即大家拢看过，各学习者，因都主要咧撤退啊啦嘛，吼、哦，咧撤退啊，吼、哦、咱伫遮咧讲啊，因遐我拢咧听，因为我们上课是啊开放的，连美国很多都在听，吼、哦、啊拢咧看。所以伊也足清楚，我本身捌入去迄个怎样后那个啊，这个后勤司令部啊去审查一个案件，我甲问讲，恁以前传承帽，这个帽徽拢是这个国徽，啊，即卖奈唔是用国徽啊？伊讲唔是啊，即卖改啊啦，这个。国徽无啦，这即马用啥？讲阶级啦，阶级你知影无？那两类袂啊，伊甲两类，啊那三期办的，甲三个办的，好啊，这就是啥？啊，都因迄个咱告美国，美国人你们自己讲的哦。恐怖集团有三个要件，第一个不是国家，哦，美国自己讲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再来有武器，所以武器，那个骂骨拢提掉，
含这个船形帽，这个花啊，无去啊！啊，这是啥？啊，当然这个不能有去，不能征兵。所以咱即马85年以后的啊，六十三吼，哦，哎、哦，出事的伊拢免阁征兵啊啦，这就是啥？咱去甲过。美国，你甲阮讲啊，恐怖啊集团是三个要件啊，拄啊中华民国拄啊是恐怖集团，所以讲哎，战车迄个徽章提掉，因讲低势化啦。啊，讲低势化，大家拢知影嘛吼，啊，迄个图也看到吼、哦，所以，这就是实际上这个情形。咱搁要来哦，看金门啊，要撤军啊啦！哦，这也好大家看。啊，这话确定，我这个补一句，这话是真趣味的代志。啊，来，今天的军事话题，媒体报道，金门县政府和国防部达成协议。针对有前线中前线之称的金门大胆岛、日胆岛等群岛，为了要发展观光，将会在3年之内撤军。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强调中共没有放弃武力犯台之前，撤军呢只会引起民众的恐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反共抗战中有前线中的前线之称的金门大胆岛、日胆岛等群岛，传出将在3年内撤军拼观光。对此，朝野立委都表示反对。撤军，基本上来讲，我想现阶段还不成熟。我们开放他，让他看看他捍卫我们领土的决心，这个才是更好的做法，而不是把军队撤掉。在中国还没有撤飞弹之前，为什么我们台湾要完全撤军？从大二胆撤军，这是非常离谱，而且非常狂妄的一个做法。中共目前仍用1000多枚飞弹对准台湾。立委说，虽然台湾军力技术提升，可以从台湾本岛对中共进行反制，但大胆岛、二胆岛的政治意义不可失去。小岛的价值啊，其实不是在军事上，最重要还是在政治上。如果没有国军在这里了，他们晚上都不好睡，啊，因为大陆渔民有时候很强悍，会直接上岛，不是用保全可以完全替代的，人民心理上会有恐惧感。我觉得还是要保存一部分的兵力。金门大胆岛、二胆岛撤军引发反弹。身为军事委员会召委林玉芳强调，国防部不能一意孤行，要求国防部到立法院报告说明白。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文模成真台湾台北报道。安尼大家真清楚嘛？啊，因直直咧修啊嘛，啊，咱拢无唔知啊，实在确实，实际上因高赞的拢知啊。啊，我看上课的讲师应该有甲大家讲过，咱这张新闻证吼，有红做暗号，大家知无？哦，知，安尼就好吼。啊，伫这个那也唔知啊，你的新闻证摕来看嘛，遮拢有迄个号码。哦，啊，这就是啊，美国甲咱讲的啊，无咱哪会知？真正，若无美国甲咱讲，咱也唔知。以前互人做暗号，讲你这个是啊，台八字就是这样。啊，这个，好来，咱过来。当然，这应该大家，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了。来，这个放给大家看一下。好，虽然美国国防部长潘内塔曾经说过美日军事同盟关系，这并不代表美国同意日本的所有举动跟立场，但是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则是再次的重申日本有效控制钓鱼台。请看中天特派张国华来自华府的报道。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参院一场听证会上谈到钓鱼台争议时，
不提日本的片面诱导行动，而是对中国大陆爆发的大规模反日示威表达关切。We are concerned, as you indicated, by recent demonstrations, and frankly, the potential for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to fray substantially in this environment. That is not in our strategic interest, and clearly would.Undermine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Asia Pacific as a whole. 坎贝尔强调日本对钓鱼台所谓的有效行政管辖，并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台。We do not take a position on the ultimate sovereignty of these islands. We do acknowledge clearly through the process that you have set out, Senator, that Japan maintains.Effective administrative control, and third, that as such, this falls clearly under Article 5 of the Security Treaty. 坎贝尔在谈到南海问题时表示，美国国务院八月三日发表的指责北京挑衅的书面声明，受到东南亚多个国家的欢迎。他重申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Now we stand by and fully honor our MDT commitments.And we have taken steps in recent months to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日本担心美日安保成为空头支票，而美国担心呢，日本在钓鱼台问题上把美日安保当作空白支票使用。但是在公开的场合，坎贝尔还是不得不重申，美日安保适用于钓鱼台。中天新闻。好，安尼大家足清楚。钓鱼台是台湾的，台湾是日本天皇的，所以美国伊伫内内湖，迄个叫做金湖路100号，就是设一个美国。东南亚的指挥中心底下，这大家若有机会去内湖金湖路100号去看卖，就足清楚。哦，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啦，要搁伫只甲大家拜托两件代志，因为有恁的参加，咱的成功搁较有希望，搁大家家己鼓掌一下。回去拜托叫较少年的来专业的来受训，叫大家来办身份证，今天咱到这，感谢大家。各位同心，咱的课程到这为止。好，请把你的椅子拿起来，倒在顶坑，把你们的椅子拿到桌子上放。好，谢谢。